我觉得性生活没有那么美满啊，就觉得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紧啊，老公也会抱怨。然后我要写手术同意书给他的时候，然后他又忽然说赖医师，我说啊怎么了，他说那万一有一天我换老公这样怎么办，就是因为我做私密处整形的手术，那有一个妈妈她就是生完两个小孩之后，她觉得说哎，医师啊，我觉得性生活没有那么美满啊，就觉得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紧啊，老公也会抱怨。他说：“那医生可以帮我处理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那我们内诊台来，我帮你检查一下。”这个有时候也不能够怪女人的男人，我想不是因为房子大，相对嘛，是因为家具太小。对，对没错，宪哥是说观念真的很好，对啊，互相体谅，家具跟对对对，真的很感人啊，夫妻感情这样不错。我说好，是是，当然没问题。然后我要写手术同意书给他的时候，然后他又忽然说：“赖医师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那万一有一天我换老公。”这样怎么办啊？这样撕就进去。我说，不会啦，我们肌肉就是有弹性，所以多用几次就可以了。哇，他还考虑到换，考虑了很多。舅太太，他其实就是先换老公就好了。就搬家是不是？对，搬家。先不用缝嘛，就很有趣。然后我是整形外科嘛，所以会很多人来找我做整容医美的咨询。医美。对，然后有的客人来就会问一些很无理的问题。哎，怎么样？比如说走进来之后就说。赖医师，我想做隆鼻。我说哦，好啊，那你有没有喜欢什么样的鼻子？然后就看着我说，赖医师，你这鼻子嘴哪里就是鼻外啊？像你一样这样。听起来说你的鼻子不错，是好像称赞，但他是指着我的鼻子说，哦，我要做这样。说你这鼻子是做的吧？他认为你们做医美的大概全程都自己都有先试用这样。我就说没有哎，这是我爸妈做给我的，不是我们别的医师做的。然后他就说哦，好吧。然后我在跟他解释的时候，就想到一半，他又说。医师，那我摸一下你的鼻子，他手就真的伸出来了。也还好，他不是要荣辱。对，医师，我不要这样。啊，他直接就去摸你鼻子，对啊，我那时候吓一跳，我当然就闪了，但我觉得超没有礼貌的。对啊，对，他想要测试看看是不是真的啦。哦，什么样怪病人都有，都有，都有，都有。但是哦，有一种病人是最不爱讲话的。看牙医嘛，对不对？别看好讲，装那个可以把嘴巴张口张口气，扩嘴张口气，扩张口气。然后我一套，我就会想要玩游戏的，想要去吹蜡烛，想要吹蜡烛。我们一套这个好好笑，要不然就是要吹蜡烛，要不然要喝水传话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哪有没事的就撑在那边？想玩游戏，跟吹口气很熟悉。请问一下一个单元是？这个跟吹口气很熟悉哦，熟悉熟悉，对呀，啊，怎么怎么，人家大家说。问什么？就是最近疫情嘛，所以大家都会戴口罩，然后很多病人就会有礼貌，就说哎要脱口罩吗？什么时机要脱这样？而有些人最夸张就是还会直接躺到床上的时候，就在诊疗椅上面，然后还觉得说好像我要帮他按摩一样，就很舒服的躺着，然后就说小姐你要不要把你的口罩先拿起来？然后说我不要，我最近感冒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空气整个凝结，然后只剩下那个吸口水声音这样。非常的尴尬，而且很多病人他们都是很喜欢来这边，然后就说哦，我来洗个牙，然后发现蛀牙就想说要不要顺便补一下，哦，顺便做个假牙，顺便什么，就一直顺便，自然自然。因为那个小儿科的部分啊，因为我有粉专嘛，然后有时候就会有爸爸都会或爸妈会私讯我粉专一些问题，像是比如说有妈妈就会问说，哎，请问。没有，爸爸妈妈都会啦。比如说，请问就是，哎，那小朋友几岁可以吃葱啊、吃姜啊、吃麻油啊？或者是说，哎，那我们小朋友可以喝乳酸饮料吗？那一天可以喝几 CC？ 对，然后也会有爸爸问说，哎，那我小朋友啊，他那个眼镜。它外面有蓝光的膜，那它有刮伤了，请问会近视吗？问这个蛮专业的内容啊。不，你有什么不耐烦的吗？我没有不耐烦，爸爸只是想跟他聊天啊。爸爸会问是不是？杰哥爸爸会问。对啊，我们也是会问啊。哎，小朋友任何一点点鸟事，我们通通要问。对啊。我没有不耐烦，我只是说，那如果这么介意，可以换个眼镜啊。哦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？哎，对啊，他换眼镜不就好了？新竹哦，听说新竹的那个小儿科医师是最。缺的为什么？像他们新竹的爸妈，因为都高知识分子嘛，他们有时候来看诊的时候，他们会先自己先上网 Google 查好答案。
比如说假设你医生讲了一个答案，他会说哎，可是医生我 Google 查过了，我这样的症状我觉得是鼻窦炎，然后我觉得要用什么抗生素治疗，应该要治疗，那么专业，对对对。然后或者是说当医生给他一个答案不符合他的期待，比如说然后他就说哎，可是医生啊，我 Google 查过了，我觉得这样的症状像是过敏性鼻炎，不像是感冒，对对对，就是会意见很多。哎，或者你有没有想过说他其实也是一个医生，那他干嘛？就是会就是说他们会比较挑战，所以这是在新竹当儿科医师就是比较累，这样子比较辛苦这样子。哇！好爱荣啊！关键的表情管理一下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紧张。哇，引桥！